快出来啊！靠！来来来，我靠！小心点啊！拿电锯捅我啊！我一个不小心按 T， 然后一直想要开手电筒，这样阴湿纹太多了。然后盖了个二楼，还没盖好。刺不进名称，你就好友直接加我，加我进来就好了。没有用，我是用那个好友，只有好友可以连。飞机我已经坐好了，但是我还没有车位坐回来了。飞机我还没有盖个停车给开爆，真的是很惨。上次看你们开车掉下去都没事，妈的，那你知道车子开下去没事，然后车子撞一下铁栅就爆掉了，这不太对吧？啊，可能就是因为你开进水里面又爬那个九十度，然后再结果他终于承受不了了，忍不住了吗？受不了了，我不要，我不要这个主人了，干！压垮最后一根稻草，对，然后就爆了。好了，来大家看直升机吧，怎么起飞呢？屁呀、啊，这样，屁呀、啊，这样子飞了，飞了，哦，马吉，哦，我正在进入，我靠，这是什么？螺丝甲根本就没，啊、这真的没问题吗？要沉了，要沉了，要沉不？我打发，应该发生悲剧事件了，发生什么事？沉船了，他坠海了。哇！把我把捡起来，我把捡起来，我把捡起来了。而且现在还是晚上，是怎样？对啊，现在是晚上。然后等一下，欸、有僵尸在敲门的样子。哇！我把它敲掉了。哇，好累哥哦！天哪，我真的可以玩吗？你玩 OK 吗？我20fps 比上次好了。我开最低挂，只能先安。现在有谁不在我这个？米公安，安安。现在有谁不在我这个位置的？我在哪里啊？我看有小女孩。小女孩，处理一下。哪里？我进去了，我进去避难。我看不到啊，都没有看，我没看到他。手电筒。YAN。有人退局，有人退局。现在有过来吗？好像没有。我先加速一下。欸，他叫了，靠腰。我有听到他的声音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在哪。我有听到啊。水里吧。What the fuck？水里很暗。哦，来了。欸。
他外面那个门有没有开啊？应该是外面陷阱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哇靠！太多了吧！接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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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到。哎，等等等，陷阱打开，陷阱打开。OK。哎、欸，我插在你上面的剑不见了、欸。哇，有点不太优，我快挂。上二楼，上二楼，上二楼，上二楼可以打。啊，我看不到哎、欸，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啊，我只能待在这边。小女孩解决了。啊、我死在啪啪的那一个。啊，陷阱上面是不是？对。好啊。哇、啊，有点多汁哎、欸，这个。我的第一次死亡。门口是不是有人跳进来？门口处理一下。哎、欸，我拉拉怎么没有拉到？哎哎哎哎哎哎哎！不要打我的包包啊！啊，我掉下来了，靠腰。哇，爸爸。啊！我啊我哇！我干，我刺到针了，靠背。死了。哎、欸，靠腰，我的东西不会都被打爆了吧？没有啊，掉在这里，掉在这里。哦，好好好。你还少一个人哎、欸。玄烨，玄烨他们。等一下，这边人太多，我现在没有时间拉。妈、啊、的，不刷拿手枪 了，只剩下十八子弹，我要大混乱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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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清掉清掉。我都没有拉到吗？你好像没有拉他吗？不是说你是不是有感觉？啊靠腰！哎、欸，你这陷阱好恐怖哦！我都插到了，先关掉好不好？你可以把它关起来、啊。为什么我没有拉到？啊、我明明就有拉。我只剩下二十一滴血，我靠！你可以自己关啊，走出去然后把它放下来，然后进来之后把它打开啊。对，可以自己关。对。手动。啊，我这些都是你在我不在的时候搞的东西，我都不知道有那些东西。我现在扣血扣好多、啊。XUAN， 哦，打错字。嗯，不对了。麻烦你有没有 YAN？ 没有。没有。你看那个箱子里面有。嗯，对。哦。嗯。暌违已久的死神状态又回来了，怎么没有传过来？嗯，死状态。为什么是用 LP？ 嗯，我都是用传送那个呢。这样？嗯、欸？没有啊，有吗？有过来吗？哎、欸，我刚才发生一个 bug， 我按使用绷带，然后它没有消失、欸，哎，它还在我手上、欸，然后我就获得治疗效果、欸，哎。不错啊，够神奇，新 bug 啊！我怎么突然就爬爬传染的？我怎么突然又多了负重了？十等，我怎么我死过是不是？嗯，怎么突然降级了？可是我身上、啊、我身上没有死神状态啊！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身上有死神状态，该不会他更新的时候又更新了什么？然后又 bug 了是不是？对。哎、欸，爸爸，你还有手枪子弹吗？只要有爸爸在的地方都有 bug。等一下，我现在很忙，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把它传过来。不是、啊，现在看到阿宇的血。你 ID 前面会有代码，哪里呀、啊？哎、欸，师傅上线，现在发现。25646，这个是不是？我、哦、这 bug 好像用不掉，是不是？我拿一些武器跟子弹没关系吧？这样，拿，那都是给你用的、啊。干，哥他妈的传错人了！传到谁？我传到我自己。干，你传你自己做什么？对。所以我要再把我自己传回去。等一下，哇靠，这是哪里啊？妈的！哦。这是哪里啊？不对，这里不是我家。为什么还有？哦，这里。
搞错了。这样有过来了吧？哦，放张床，放张床，人越来越多了。应该我也不会去哪里什么特殊的地方，我先把外面修一修啊。哎，水里都是僵尸哦，我看到对岸都是。我有听到超大声。真的假的？你僵尸一直叫。我在数对岸。哪里啊？对岸。他们有些进到水里面去了。有，但是好像没有要过来的意思。还是有啊，到底有没有要过来？看到他们都一直在那边跳。十二。哇，有点多嘞。所以我才说对岸啊，他们有些就是在水里面不知道干嘛。真的有点多，要走过来了。哎，泡泡，你有没有改过难度之类的？还没。哎，怪了，他们今天打得特痛的哎。因为好像会随着时间越来越久，僵尸越来越痛啊。靠！我刚刚第一次死了，被僵尸打死这样。对，还是因为盔甲爆了。哎，你刚加入就死过一次的。盔甲爆了。哎，全部都爆了。是不是有一些技能是要升级后才能点的、啊？对啊。啊！但是如果你有死神状态的话，好像也会限制。不对，他是不是？我想想，这好像不是 bug， 不对，这是 bug。你现在升的应该，他最近应该有更新，所以你现在升的应该又是，就是，安装，就是纪念点，可能就是回复到以前的状态。哦。那个改的文件又改被改回来。还没有放睡袋的，自己放一下睡袋呢。我有放睡袋了，哪里有睡袋？我要放钱。坐一下。你没有睡袋吗？我没有。好，我多做几个。你的睡袋怎么看起来好恶心？哇，等一下，真的好像有差。到时候再弄。我睡袋放在设计图这里，上面这个冰箱这里。好好。我右边这边。要冰睡袋。对对对，睡起来比较舒服。这冬天你还这样讲不出？当然了。Hello， 师傅，你可以一起来玩啊。就是如果要一起玩，就一起行动了，好不好？一个人在那么远，我也不知道你们在干嘛，你们也不知道我们在干嘛。外面有僵尸啊？哪里啊？啊！我掉下去。他在，我僵尸在敲门呢、啊。死啊！打死！哇，我的装甲没办法修。哇！我血变170了，降血。裤子没办法。所以更新过后，你之前弄的那些技能点又不见了。没有不见，但是就你已经拿到了，你就有了。但是你后来要再变强了就没有了。哦，所以就没办法像上次那样点爽爽了。对。哇，讨厌。嗯，这次要维修了。让我得到成就。哎呀！我靠，他们搞到超多武器了。为什么上面的会被插到、啊？这也有，这个坏那个坏的，下面的嘞？这个也坏了，里面好像还有刺。好奇怪，我怎么降级啊？因为我瞄准镜的狙击步枪。因为他有更新，所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降级。因为我记得我的血量最高是到200啊，它怎么变到160而已？你现在是变红色对不对？对，我的也是红色，到时候再改吧。它就四级啊，然后最满是十。这些枪可不可以装瞄准镜啊？可以，但是我们有瞄准镜吗？有啊，我们不是有、啊、有四倍，这里面在哪？这里面冰箱里面，上面。上面瞄准镜两倍瞄准镜，四倍瞄准镜。哇，变重了嘞！哇，我还不重，我还做两个睡袋，我把两个睡袋丢进去。哇，
这头睡在这，然后你们大家都睡在这边取暖，是不是？互相取暖。哇，好的。哇，有四倍镜的猎枪就是不一样。哇，嗯，怎么回事？而且更何况我回血速度变超慢。哦。啊，对啊，应该也有消音器吧？对，是不是？为什么我们家这边那么多僵尸啊？有啊，我要扩建我的家，我还没扩建好。哇，玄焰的血，玄焰控血，踩到陷阱血直接变这样。现在还有消音器吗？消音器没了。没有。嗯。可是瞄准镜不会坏掉的。对，安安，你。安安。强化！哇，这是不能打爽爽了。瞄准镜应该不会坏掉吧？瞄准镜不会。哦。沙水泥石头，水泥，我烧的水泥，谁在用熔炉？水泥，石头。你确定你承受得住哦？你的电脑？还可以的，现在看的话，在家里的话，如果是在外面的话，会比较。衣服、裤子有啊有啊，我都放在，就有的就都放着，要他们就自己拿。他怕那个修理包在哪里？修理包在武器箱里面。武器箱，对吧？不是，武器箱对，武器箱，对吧？绿色是抗生素吗？细箱，我不知道现在绿色到底能不能用。现在绿色到底是拿来干嘛的？武器箱没有，没有，那可能是用完了吧？弄完了吧？哇，那我的枪都已经在底部边缘了，就等我的资源吧。对啊，等一下师傅会送资源过来。不是，我要先开车回去，很远。好，师傅收到了多少东西啊？也没有很多哎、欸，就。没关系，玄岩也是老手，所以他应该可以自己撑得下去。看他要穿衣服或什么，他应该都会去买。哇，就我是新手，我也是新手啊，爸爸也是新手啊，我也是新手啊。你是他妈的假，你是新手，500个小时的假新手。妈的，哎、欸，没事，哎、欸，奇怪，哎、欸，啊、我看一下啊、哦，这个是嗯。你不要装死。嗯，还有刺刀可以装哎、欸。看一下边边的柱子，我到底要怎么做？用这个吗？好像是可以哦、喔。六，这样。干嘛一直捅我？阿姨，干嘛一直打他？你要不要去弄個？我在试那个距离有没有变，弄个资源之类的。加一下。好啊、喔，等一下哦、喔。再。很好，还是这么远。哇。我底子扣不得了啊，反正拼好像好高啊。我好像不是这个，我看得到你的时速哦。这个，嗯，这是怎么放啊？是这样吗？好像，看这放不到的东西是，好像有点怪怪的，又好像哦对，就是这样。Perfect， 完美，有了我的屋顶，有没有？完美。现在都在建楼梯了。对不对？你要不要去帮我砍一些树木、挖个石头之类的？不要，晚上这样出去做事。那你们来帮我做地下室吧。哇塞！地下室挖的我很痛苦。砍起来都是。这样放吗？到底是不是这样放？其实我看不太到，应该是吧。嗯，是两小锤。等一下哦，你可以拿。你如果要修东西或干嘛，可以拿那个。我都先把一些道具拿齐好。你可以拿。哦，等一下。这样吗？好像是、欸。来，哦，哇，
哇，天空贴图是变得不一样，怎么变得比较美？哇，真的，看到银河了。对啊，而且会动、欸。但是同时也让我的电脑更累。会动哎、欸。难怪我那么累格。你的地下室好烂哦、喔。啊，没办法，就建了一半而已。哦，地下室还有讲到不好的回忆、啊。哎呀，他们玩你的尸体啊！啊，好欺负观众啊！骑车小心啊！我想等一下来好好报复。我想一下哦，如果我要坐，我如果要把飞机放在二楼，嗯，比较好了，我就要建上去。那有没有矿工、嗯？没了吗？那哇，没了是不是？我不知道还有没有，我上次有收到一两点。放在哪？这里啊，里面还有一顶。在哪里？在武器箱里面。哦，早上了，天亮了，天了，而且是快坏掉的、嗯。没办法吧，就用冲的、啊。你怎么这样啊？啊，就用冲的，我没办法。那是要给民工的、欸。对啊。嗯，这个。反正。平常没在玩的，就是要准备用烂货。哇，不要这样说嘛！这个，我如果脚胶用这个，那我这个是这样吗？好像是。那开灯是按 F。我想要做个，我想一下，我想要做个，我就要开始把它扩建，它这样有点挤，讲实在。因为我想我要再做一次空中花园，我要先想好我到底要怎么做。空中花园，估计你还要做好防范僵尸的东西。因为如果一个不小心哈，僵尸就会拆掉，我的空中花园会直接爆炸掉，就爆炸。我想一下，我先建几个角落，差不多这样，一二。三四五，对，一二三四五，对，一二三四五，这样子没问题啊。二三四五，二三四五，这样子没问题啊。大丈夫，马吉，多尼，嗯，卡到了。四五。那学院怎么跳那么开心？哎，一二三四五，三四五。这边吗？不对啊，我数小哥哥，我数数也有问题。这边空中花园是要经过设计的，才不会垮得很惨。这样好，那底下的支柱够吗？哎、欸，你还有没有放一些种田的地方？有啊有啊，我就是要把它建到空中去啊。不然为什么要叫空中花园？所以你是说你要盖到高楼之后才开始装东西？对，我就开始把东西往上搬这样。你们有没有现在有没有人手边有空的，帮我做几个木框，然后上来。我体力是喝水对吧？对。我已经在砍树。好，那还有谁有空的吗？哇，大家都好忙啊、哦。我也在砍树。而且我是边喝酒边砍树，那我就要去哇，喝酒砍树哦，这么这样这样，哦，这边是第二层了吧？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层哦，这会不会太哦？好像可以再高一点。660个木框，11 12 13 14 15 16 17，啊卡住了，17 18 19 20，哦好、啊、就决定是用20层了，好多，你要盖20层哦、啊、哇塞哇滚太霸气！对，你们就死到20层，有没有？把那木框叠到20层来。你要怎么下来？就跳啊！重你跳水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是跳隔壁的那个木框，所以隔壁的木框可能要填高一点点。
所以现在升级的点数只变了一点，好像是一点嘛？你们刚升级是一点吗？欸、那这样我们等级会降，会不会是那个吧？现在只有一点，要变回来了，爸爸。要 RE。啊，没事，等级都 RE。跳水，跳水。然后需要施工用的梯子。哎哎哎，明天就第七天了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哇，二十一，三七二十一。等一下，好，我们先不要见了。先下，我们先去外面避难。还好有人有注意到。等一下，看，还好你有注意到，不然我家今天就不见了。哦、我讲真的，小是迷宫的注意到。哦，看还好，还好还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大内阁就惨。哦，之前怎么垮的吗？大概就是像我刚刚那样子建，然后之后垮掉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这次稳扎稳打，我的底座的很棒。我先把。哇靠！我跳石在这边看得到了，我要把它建个二十楼高。我在远处就能看到啪啪的通天塔，帅啊！MP5 斧头 ，OK 吗？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有啊，武器都带好了。OK OK， 太 key 啦！先放里面，放在这个建材箱里面，这样子给。建材箱，哦，看到了。对，这 key 啦，一百多个。OK， 681。然后，因为我现在没有车，我现在车，啊、算我不带车了，好不好？你就到时候就一起走回来。走，出发。我们先去外面探险吧，这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。嘿，人家不是没有走过。怎么走过？人家不是没有走过，真的吗？某人把车弄爆了。等一下，顺便关一下门。啊，抱歉。关门。出来的竟然关门嘞！看一下要去哪里啊？好吧，我们去下面那个城市吧。下面那个我还没去过，我不要先。这样可以用比较顺畅的。可以卸了吗？卸。而且我往天空看，有30fps。啊，算了，好 ，follow me， 我们走这吧。我拿一下弓，等一下。然后拿个斧头，不对，不是斧头，我带斧头干嘛？带狼牙棒干嘛？搜一下啊，快点带个药，等一下，第七天的时候比较好用。不用好吗？哇，哦，有个铁锤没有带出来，还好我带出来。哎，僵尸！哎呦喂啊，旁边有僵尸啊，靠背！他把我的一个药箱打坏了，干手贱哎、欸，妈的，屁孩！该死的，把我的药箱打坏了！欠揍！你也要是不是？酒精、塑胶……哎、欸，药丸、欸！我有烧杯了，我有烧杯了！欸、有烧杯的话，一定要带回去啊！我们现在就缺烧杯啊！真的假的？我们多人玩也会有僵尸不会动的 bug， 真的吗？七杀呢？我还没有遇过僵尸不会动的。真。先搜一下，搜一下。哎，绿色的药丸是维他命。对啊，但是我不知道那维他命现在到底能干嘛。看一下。有没有看到？弹壳每秒治疗 0.25 滴血。哎、欸，有僵尸啊！有僵尸，不晓得、欸、哪里。那、啊、我们爬爬街，这里有僵尸。我刚刚街路过、欸，哎，刚完全忽视啊！我刚完全没看到他、欸，他刚没有在我画面上，然后也没有升级啊。我刚才想说，你怎么直接从旁边经过了？对啊，就什么声音都没有，这样。
沉迷于拾荒就是这样。对，看的可能是不同的世界。哎、欸，有军人僵尸哦！我看的是这些物资。哎、欸，我拿到蜂蜜，爽，那可以吃。里面还有肥宅。哎、欸，警长啊，警长，处理一下啊，我很忙啊。看你，他就在你旁边了，你还在收物资？我在拾荒，不要来吵我好吗？他长赞嘞、欸，尊重一点。真的是哦，不知道人家拾荒多辛苦，在那边闹，欠揍。外面，我、欸、等下外面过境哎、欸。你需要咖啡豆吗？好啊，带走、啊。不用，我把它带回去、啊。我现在有点、欸欸，外面包包空间不太够、欸。没关系，那你丢掉好了。外面过境。我也僵尸。哦，还是小阿姨还是没有、啊，到底有没有过境？啊、有，还有一个抽血包、哦。你们是汉化了是不是？因为我这个还没有汉化。有可以汉化了、啊、，S7。外面有很多。多少？气噗噗！我最讨厌人家干扰我收东西啊！哎、欸，有绿色的，有绿色的甲板、欸。东西。对，我眼里永远都是这些东西。哎、欸，谁没有药之类的？你们那边有没有胶带？胶会有，胶水，只有一堆垃圾。你有胶水是不是？对，我有胶，我有四个胶水。好，那我看一下啊、喔，胶水。那你们有没有？胶带是在哪里啊 ？Tape， 我要一直 tape。哦，找到了。有没有布啊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刚好可以种一下树。好，我就知道处理垃圾，看一下没有。没有，那就好吧，先放着吧，到时候再过来。出去喽！我也看到白胶哎、欸。哇哇哇！会卡顿一下，卡顿一下，这正常啊、哦，因为现在人多。师傅会合音之后应该会好一点吧？就不知道看到完整版出会怎样，因为他已经封测很多年了。现在这个是测试版的测试版。对，可是我觉得他封测，我觉得封测的时候就已经东西这样算蛮多了、欸。我不希望他，我突然不希望他正式版，我希望他一直封测。因为他如果一直封测，代表说他会一直做一堆奇怪的东西出来。我觉得这个房子很危险。安妞，安安。哇，上次看到那个房子一整个垮下来。对，那个海沙屋，好恐怖。然后我有三个胶带，是哟、哦。我们要去找一栋房子，然后可以避难的。对，可以避难的，就找这栋。然后做一些木刺的。要不要找这栋？还是我看一下隔壁好像还有一栋。我身上所有东西全都是坏的。哎呦，隔壁这个是海沙屋吗？踩一下小心点啊！浮空，哎、欸，没有，它没有垮、欸，哎，哎，这个地形好神奇哦，它两栋房子连在一起、欸。哇，天然 bug 啊！这个，我靠，有两栋房子连在一起，这个我倒不知道。哎、欸，里面有僵尸。你搜一下，搜一下。兔子，上面得到，该死，可恶，锁起来。下杠 ammo， tape， 锁起来就把它敲开来呀、啊。好，里面有警长啊。敲他，可以讲醋三角，醋三。哎，警长。警长啊。好，你可以直接把这里敲掉就进来，根本不用去敲铁门。哇！这个用这个，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！噔，这是什么？嘎拉斯玻璃。为什么突然就这样子慢慢存，好像布比较多的感觉？
除一下才一个，那我这样子慢慢除不是比较多？哇！我在马桶里发现一把手枪，三发子弹，很香，很香，很香。不过那把手枪是很浓的手枪，哎，最烂的。哎、欸，他食斧速度终于变快了，所以之前是 bug 是不是？可能是玩家抗议，所以他改了。哇、哦，食斧哦哦哦，食斧回来了，强势的食斧回归了。我们可爱师傅回归，只是我刚才把师傅拆掉了。啊，可以拿来锤怪，也可以拿来敲房敲修东西哦，变好快。有中国口音，有这有中国人啊？谁呀、啊？我不知道。啊？中国口音。中国要跳这样要跨，不是要出来要如果要看 YouTube 还要干嘛？全部都要用盗版。要用 VPN。对啊。这样真的很惨哎、欸！我觉得这样限制会不会太多了？当然是会怕他们做什么，又不会学坏。哇，没办法，人家共产国家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人家都大人了，有脑了，又不会学坏。对、欸，我包包里有个怪东西，你要不要看？怪东西的。我丢到地板上，东西、啊，这个东西。哎、啊，我看一下，这种塑胶啊，塑胶。我有点悬念，悬念从远处看见僵尸、欸，哎妈！你还没有请杀？我们要哪一栋呢？大洞那一栋好不好？就大洞那栋了，然后我们就住最上面。啊，现在那个装备坏掉 ，bug 有没有改？我不知道、欸，改了吗？看一下，我把它扒下来，然后穿回去。还没有，然后冲上去又是无敌的，又没有扣耐的。我靠，这个 bug 真的是挺爽的。你们那边会有人要品质六的手枪吗？品质六是哪一个颜色的？紫色的。哦，那你家里不是？应该不用啊，我现在手上武器蛮多。哦。啊，有没有人没有手枪的？我现在有一把。等级一的烂手枪可以先给这栋大楼骗了我，它只有一层了，应该说它外面它另外一边是空的呢。再找一下房子，找一下。怎么回事？我看到有胶带，居然有人没解。解一下哦，那很重要。我如果要坐更多的车，就需要更多的胶带。哦，原来胶带是用那个车子是用胶带做。对啊，它车子跟直升机都要用到胶带。你不是要多难解吗？啊天啊！用胶带粘合那个直升机的配件，酷，这样开会不会那个啊？直接分解，干，好恐怖！我啪啪，我就直接看到他坠海了，然后一台直升机就这样喷了，然后在他那个直升机的螺旋桨还不会动，我看啪啪整个是这样很飘的过去，他很难开，脸书也有限制哦，有啊、指明了交通工具啊。他们那边好像里面是用那个什么微信，还有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啊，什么百度啊之类的。对。所以他们没有类似像 FB 这种吗？没有，就是微博之类的。对，人家就怕他们外界资讯得知太多就叛变。然后哦，他们怕他们国人不想要再待在中国这样。对，突然间聪明了，想要把他们给弄死。啊，我讲真的哦，那个中国已经那么多人，让一些人出来又不会怎样。而且不是有听说他们怎样出来简单，然后回去难，是不是？我是有听说过这种讲法。外出就等于叛国。我好像走错地方了，我走这边看看。啊，他们没有 YT 哦，可是为什么我有一些粉丝是来自中国的？挂，但是用 VPN 啊 ，VPN 挂、哦。我以为他们那边就是住在国外之类的。我以为他们那边也可以看那个 YouTube 哎、欸，原来也不行。不行，没办法，不要天真了，太天真了。我找到书店哎、欸，我进去搜一下。最近 VPN 也关很多、哦。哇，那他们以后怎么办呢、啊？想办法啦，想要看 YouTube 啊，或者是想要玩游戏要干嘛？他们只能透过他们国内代理商合作。好紧迫，可怜呐、啊。
兔三小，兔三。输电现在好像也没什么用哦。你需要用到白粉吗？目前不需要。我如果挖矿会挖到很多。嗯，就他们这样，好，也不能说他们可怜，他们等一下说他们等一下觉得说他们自己不可怜，然后我一个人在说他们很可怜，他们就会来呛我，他们就会来说，你说我们可怜，你也不想想你们台湾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啊，我只是纯粹觉得说你们这样不能跳出来玩游戏，不能干嘛干嘛，就觉得很不方便而已，好吧。如果这有中国的观众朋友们啊、我先跟你们说声抱歉啊、我不是有意要这样说的。然后等到明天就一堆不喜欢，对，一堆不喜欢，然后跟检举，然后影片被删掉，绿色的蜘蛛，掉。哎、欸，绿色扳手，负重也不能点了。有谁要绿色扳手？绿色扳手，我有羊角锤，应该用不。哎，我们有人在拿散弹的吗？我连武器都没有哎、欸。我扳手这里面，对，拿一下。好啊。但没有散弹的话，可以讲一下，我这边很多子弹。我在想，我要不要把这一把一本的最烂的用散弹。最烂的小枪丢掉。其实散弹我用到最后，我觉得还不错用啊。那子弹都给你啊。但是这有，哎、欸，有，现在我们这有人在用散弹、啊，你要看你要不要拿过来用。拿过来好了。没有，我一点都不想引发战争，我只是纯粹觉得他们这样很辛苦。哦，肉汤，你妈的，我要偷吃。我有消音器的设计。哦，那个不就是，哎、欸，那是消音器设计图是不是？我看他的样子是消音器的样子啊。OK， 那就带回去。哇，他终于不会说，他终于不会说这样按右键之后，有时候会多储一批啊这样子。他这 bug 改掉了、欸，好爽哦、喔！终于开始在修 bug 了哦、喔。这附近僵尸变多，虽然修 bug， 但是优化还是没变。啊、没办法，他就是忙着修 bug， 忙着新出新东西。我好希望有一天我能够1920x1080开这游戏，就算是最低画质也好、嗯。希望我可以有没有 FPS 全满？对，我也希望我 FPS 全满。这画质要好一点，我玩红彩都比这个还顺。这明明就不是一个会需要用到那么高 应该那么低 FPS 的系统 ，Unity 嘛，这 Unity 做的。忘记是用 Unity 还是怎么做的？忘了。是 Unity。哦，13个不喜欢吗？哦，那很正常，我知道那是。那是。我知道那是黑粉、啊。黑粉用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定会有13个，不然就是有时候他会开一个，他有时候会开13个那样。哎、欸，真的也是蛮猛的嘞、欸，要一直换账号，然后按我不喜欢，哎、欸，这样也是要有毅力好不好？要有耐心。对啊，我们要称赞他真的很厉害。这个人真的很不喜欢你我到底是哪里做错了、欸、对啊，隔壁是药局耶、欸、ban 掉某个观众，他心生不爽就来爆。我也在想，我是不是因为不小心 ban 掉，你是不是不小心被我 ban 过啊，黑粉。刚刚啊 Hello 咪咪，会那么恨都可能都是由爱生。你是不是被我 ban 过啊？对啊，这是太夸张了点。对啊，你是蛮猛的耶、欸，但是我也觉得他这样真的是也很厉害，他真的很厉害，他可以这样子叫我开13个账号去按一下不喜欢，哦，我做不到，我觉得太麻烦了。我可以一个办账号的。对啊，欸，要有13个账号，那也是蛮厉害的，好不好？是不是要玩什么 Google 游戏，然后是不是开很多分账号来用啊？喝啤酒啦！嘟嘟，哎、欸，蓝色胶囊哎、欸，脂肪，脂肪之力，脂肪做成火把放在身上，哦，开盲了，哎呦，这里突然伸出一个肥仔，吓死我了，哦耶，我又有烧杯了，干，这个肥仔把车子打爆了，然
然后就被炸死。哦，终于吗？干！因为有时候有一些僵尸打完之后，他被炸到不会死的。可怜的灰仔。十个。嗯，又是高粱。哎、欸，我找到绷带了。对哦。要不要做个木刺还是这样？不用吧，我们又不知道走这边。你知道往上呢？越高越往上，僵尸不会爬上来，会有蜘蛛还是什么的？会啊，所以我们要可能在上面盖个小房子。哎、欸，找到血袋。血袋。盖个枪孔。只要血啊。我们都先带着，都先带着。等一下我们就上去，有没有？看谁带什么，看谁带什么，然后把它组在一起。所以真的没有人需要一把一等的烂小枪吗？一个我都收过，都捡了，不用。OK， 你把那个烂小枪拆掉，它会有那个子弹。哦，好，我都捡了。光头都捡过了 ，OK OK， 走走走，我都拿了。安安安安 ，Hello， 要新 ID 耶。黄志，你是拿 SMG 吗？没有，我是拿 UMP5。哎，不对， UMP5， 我是拿 MP5。就 SMG 啊。那就把子弹给你好。那是小枪子弹呢？他小枪子弹不是跟那个共用吗？对啊，啊，就给你啊。哦，你不用啊？我不需要啊，我身上没有小枪。我是造纸工厂，有僵尸，也不如给我走了，只有18发这里。血啦，可以来啊。僵尸在那边啊，弹左轮子弹再给我。好，哎，我们就今天就住这一栋吧。好，造纸工厂要在这里住两天的。住一天吧，一天就好，我们就往上盖嘛，然后盖个小房子可以避难。我把下面稍微整理整理，把我们也归下来。只有最后稍微收拾。对，最后要离开的时候，有没有下面可能要稍微整理一下就行。然后我就可以试用我的四倍猎枪，四倍狙击猎枪。上楼，然后楼梯要拆掉吗？楼梯等一下拆掉好了。好，我们等一下最后再拆楼梯，我们先把这边收一收。哦呦，藏保险箱在这里，哪有小枪、大枪我都觉得很好用，只是我因为我的大枪，我那把 MP5 有改过，因为小枪就两把嘛，左轮跟普通的小枪而已。怎么觉得锤的变得，是不是变得有点多多僵尸哦？怎么变慢的感觉？锤下去原本不是很多吗？哎、欸，我有一个老虎钳什么的，老虎钳啊，那是捡现钱吧？对啊，家里有的那个应该不需要，那可以修，那也可以做，那个就丢掉。哦，我下杠了，虽然只有一等，这样就有点用了。我找到了炒菜锅，哎、啊，我这里也有炒菜锅，收一些椅子起来，等下上去可以煮东西。我闻得到。哎、欸，我怎么看？哦，我怎么开始懵了？我怎么突然开始懵了？我是喝了威士忌，真是。看我看碎玻璃，它使用的健康是减1000年，我靠！干一千，吃了还会内出血。哇！干一吃，我看到僵尸从天而降。这么饿，想吃碎玻璃？我没有，现在有带药。僵尸在那边，僵尸在那边。那哪里？哪里？哪里？这边。出力姐，出力姐，问嘛。看、啊，我还听到锤的声音。锤了，干发生事？锤了，锤了。哎呦！是。看来你们那边也在激战哦。就突然之间就跑上来了。我干、啊！僵尸突然爬过来。哎、欸，那个进来厕所小心哦，里面有地雷。我靠，地雷！啊、我刚才都没发现。你看还好没有走过去。啊、Lucky Chan， 你真的是 Lucky Boy 耶！欸，我他那些加成效果好像也都不见了。我之前血明明就200多，现在只剩下130，就变红色的啊！我知道，因为我的也是这样。所以你现在血是多少？我现在血是180，因为我已经叠很上面了，所以不一样。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等级枪子弹哦，很多技能都不能点。哦，这里又有一个保险箱。气。不然你就先累积起来吧，到时候我再改用好了。哇，大家都挤在这栋，好壮观哦！
真的还挺壮观的，有种好安全的感觉哦、喔，有好安全的感觉、喔，真的有像在玩什么生存游戏，然后一堆人。哎，让你想起了 H1Z1 吗？妈的，是，那是狗的声音吗？对，我刚刚有看到一个狗，好像从哦那什么，哇、哦，哇那什么东西？哪里的？那个楼梯怎么那么大的动物啊？哇，熊啊，是熊啊！我靠，熊哦，是熊哦！有人说后面一堆狼跑上来了，看，出力者，大只的狗，这个是怎样啊？怎样？哪里？这只狗，这只狗好大只啊！快出来啊！来，我靠！小心点啊，学院跟……等，拿刀割！狗啊，处理一下！What the fuck？ 啊，没事，没事。还有一只啊，还有啊，我捡活了 ，OK 了。你在哪捡的？刚才喜欢下面打击，我靠，突然一只。这个是第七，那个第七天的前一天那个哦，有熊，还有熊。好呗，下面还在一楼，一楼有吗？哎，我真的，一楼有谁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看我要丢什么，有什么东西可以丢啊？那边啊，迷宫小心，在门那边，门那边。哇靠，这是怎样？哇，好肥，好肥，好肥！这个熊是怎样？避难，避难。射他！哎呀，冲进来！神美，没！射！我靠，好妖！我靠，好恐怖啊！烂肉，他是僵尸熊哎。那感觉现在是魔兽世界集集大王。楼下还有贪婪的冒险者。等一下，往上。楼梯断掉。你们要从另外一边往上哦。另外一边有一个楼梯，外面那边阳台外面有一个楼梯。没关系，我跳上来了。跳不上来了。木框，你看后面。有木框吗？你看后面。我没有办法，应该说我可以做，但是我现在身上没有那么多空间，可以帮我做吗？我已经有了，但是你可以摆吧，没关系，我烧杯，我把你有没有烧杯？我有狗啊，你先丢在垃圾桶里面。靠背，他跑到我这里来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弄木框，我帮你做，我做。先补一下血。做好了。熊啊！又有熊，还有啊，在下面。快点，要上来了，快！哇，还没到21天，我怕这样会垮掉。不会，我们待会就要收起来。专业建筑师啊，你死了，学员。没有，没有熊，快点上来，快点上来。哦，没事，吓到我。他没事啊，他是说熊死了。我有床哎，我要弹一下。舒服，弹不了。这边都收完了哈，一张设计图哎。蓝莓派冰箱里只有一颗空虚的空罐子。是的。那边我都已经收了。OK。除了厨房的东西我没收而已。好，我们现在有白粉。我们现在来分一下，我们现在身上谁有急救物品的？急救物品，我有三个绷带，连了四个止痛药。止痛药自己先带一些没关系，然后绷带。我止痛药就一个。你止痛药只一个是不是？那我分一些给你。我拿四个比较好，拿一半给你好不好？好。有人有左轮子弹吗？在这个里面没有。然后没有。猎枪子弹的。猎枪子弹我有136。你们里面可以叠的吗？有，我还有一组10个绷带已经满了，你看拿去。绷带。爸爸，你有胶带吗？有，胶带给你。你有哈？还是没有放在这里面，放在这里面。这酒精了，你们现在可以叠在一起的，有没有？都先叠上去，然后三个白纸。等一下，用不到。我先把一些可以叠在一起的叠在一起。好，放里面叠一下吧。这里面，对，叠一下。那里面，这里面。对，有力台。一个一个来，然后没有绷带的自己拿，好吧？自己拿，然后没有止痛药的也自己拿，看你要拿一半还是。止痛药就拿一半，因为止痛药我自己身上有。那我应该不需要动吧？我现在身上物资。OK。换谁？还有谁的？我有四个手枪拆掉零件。零件？手枪拆掉。我有白胶哎！我又手枪拆掉的零件呢？手枪拆掉的零件是怎样？是他的子弹吗？还是说他是零件？你看一下。你把它放进去吧。放在哪里？
就一样的地方，一样的地方，等一下就是把他们清理掉，帮我用。谁用散弹枪？我有子弹。我有散弹枪，那你把它放进去，我等一下顺便打。啊有，哎、欸，那柜子满了、啊。柜子满了，那就放旁边那冰箱，或者是那个烤箱那边、哦，对对对，你就找一个位置给放冰箱。我子弹放冰箱里哦。OK。啊，有人有需要用到猎枪子弹吗？没有，可不可以放？你要猎枪子弹是不是？嗯，对。那我放在微波炉里面。好。等一下哦，我里面刚好捡到三发，放进去了。三发。对，散弹枪子弹，好，现在做一个。这样分东西比较方便。为什么我一直懵啊？我角色是喝了多少酒才喝了一罐而已，怎么懵成这样？他好像喝一罐就会醉，一下就懵，一下就懵。角色演角色是酒量差，对啊，哦，没有吧？都喝一罐就醉了。所以这些都是都叠好了嘛？那 OK， 帕帕，你的角色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容易失血，然后再然后又容易懵，砍掉了啊！只要白粉，白粉的话我身上没有。没有，就是因为他喝帮的、啊哦，他就会突然帮一下，他帮一下的。帮你。嗯，我把，哎、欸，你有没有？你是不是有白胶？我有白胶。好，我都把白胶全部做成那个胶带啊。你身上有胶带对不对？有人需要用到脂肪吗？那胶带给你。我这边有四，我这边有四个。哎，没有，我已经放进去了。哦，都放进去了。好，那胶带我拿。然后有没有人需要脂肪？脂肪，好，脂肪也顺便丢进去，我可以把它做成火把。脂肪丢这里吗？对，就丢到我以前那个柜子就好。啊，那我这里有一个十个绷带。左人手枪子弹我拿去了。谁要拿着？好吧，里面还有那个 MP5 用的子弹。好。我十个绷带放进去哦，你们看谁没有绷带拿一下好不好？因为我这边整组满，我这边东西太多。那我拿，好，我拿交、okay、那个绷带，那就差不多了，就往上吧。上面没什么东西，我都收完了。嗯 ，shotgun ammo 哪里？冰箱啊？没有，我捡了。哦，哎、欸，我还有八发，你要下杠 M 是不是 ？OK OK OK， 给你，不，我放冰箱了，对，前面这里，我等一下也可以带过去啊，冰箱也有，那等一下啊、哦，那我把我身上这把下杠拆掉，然后我把子弹丢进去，好，丢进去，给你，哇，我们就往上，然后稍微楼梯先拆掉，先不用好了，等一下到晚上的时候要有人记得下来拆楼梯啊。这可以在网上吗？我、哦、可以，这怎么上去？可以啊，走旁边好了。我刚刚一些什么熊跟什么挖沟都从这边掉下来的，太猛了。对啊，我刚刚也吓到，还在想什么东西掉下去了。然后你们就在被踩掉。在这个制高点拿着狙击枪的 view 好棒哦。为什么这里有个楼梯？为什么？哦，这里哦，这里可以走楼梯上来，是不是？这里面对啊。阿爸，你是怎么上来的？我从旁边跳上来的。好美哦。这么钝、啊，有狗啊！哪里、哦？狗都上来了。这里，狗怎么上来的、啊？在米东那边。阿飞。OK。好，终于。我一直狂忙，那我先把楼下这个楼梯拆掉好了，好不好？哇，这么聪明啊！是冰空伸出来的。对啊，我也觉得很纳闷啊，因为我到这边的时候就突然间有东西掉下去了。嗯，我把这楼，我先把这楼梯拆掉，好不好？是不是跟麦块一样有那个生怪装？没有吧？我觉得因为他有些僵尸就……等一下，有一只狗在往上爬。哪里都赢。他过来了，他卡在楼梯那边。啊，他过来了。我在听到啊。一半直接往他头上敲下去，就掉下去了。